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邪灵入侵。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界面突然变成繁体中文啊？因为老头昨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资料夹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昨天也不应该不是昨天，原来之前在整理的那个汉化包的时候，居然我的压缩档里面汉化补丁有繁体中文补丁跟简体中文补丁，我居然没有发现，所以说我前面那几集呢，全部都用简体中文补丁在玩，啊，实在是不是说简体不好啦，只是说明明就有繁体看得可以更清楚的，我却不选择啊，然后之后需要看那种简体有点看不太懂的啊，这是令我觉得有点后知后觉，呵呵呵，好吧。那就只是一个小插曲，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入下一个章节 ，Go！ 第十三章人员伤亡，这个意思是说有人准备要挂点了吗？啊，有人要准备挂了是吧？第十三章节哦，我们终于快完了。好，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被卢维克用一个念动力直接把卡车啊，那个不是卡车，那什么车子啊，客运。拉起来有没有？哎、欸，阿基曼不见了。阿基曼去哪里了？基曼大哥，你去哪了？基曼啊，不是基曼大姐，科科啊，人员伤亡，我觉得应该待会会有人死吧？有人直接往生了，对不对？基曼，哎，有敌人呢、欸，有眼睛，有眼睛，我看到眼睛了。哎、欸，有点卡。哎、欸，等我一下。我是要收集一下道具啊 ，Hello， 有没有东西可以让我捡？有子弹，碎了。哎、欸、哎、欸，我左轮好像没有装填，对不对？欸、左轮装一下好了。左轮伤害也挺高的、啊，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在乐剑上面啊，我没有把它放在乐剑上面。哎、欸，这什么东西？警探的日记。好哦，干老师哎、欸，一定要这样子吓人吗？吓死宝宝了，宝宝害怕，但宝宝不说。还有哪里？有东西吗？好，我们先回去记个路哈。顺便看一下我们多少钱呢？我有点忘记了，我有点忘记我们多少钱了。穷啊！Hello， 啊，妹子怎么不见了？你好久没来了，我一直都不想来这里，你知道吗？古宅烧毁啊，我知道这是什么。古宅烧毁就是那个卢维克那件事件嘛，对不对？我等一下再来存档好了。哎、欸，我们钥匙好像上一集都没有拿到的样子嘛，那就不用进去了，没差了。哇，四万一。啊，对，我说我要存了五万哈。呀，我记得我刚刚说我要存到五万，对不对？五万是要做什么？忘记了。啊，我知道了，五万是要做这个啦，这个鱼叉弩的啦，让它可以有燃烧伤害啊。啊，燃烧伤害，那我来设定一下。游戏的亮度。因为我好像重新装了，所以说游戏的亮度好像要稍微重新调整一下。哎、欸，这里没有游戏亮度啊？没有，好，没有就算了，没有游戏的亮度啦。显示区域啊，硬体，而、欸、亮度有啊，第一个啊，100啊，啊100那就 OK 啊，那就没有错了，好吧，存个档，我们继续哈。人员伤亡。这游戏快要完结，太好了！赶快把它完结吧。Hello， 我们必须下去才能知道基曼在哪儿。好，我们下来。这是炸弹吗 ？Is that acid？ 酸性物质。这是干嘛？这是陷阱哦！哎、欸，对啊，我看到这个硫酸在滴了，哈，新的陷阱哎，好酷哦！啊，
拆掉才获得一个而已。好奇怪，我们乔瑟夫欸，乔瑟夫大大怎么又要来？哦，好多好多好多，还有没有？没有了。哎呦，硫酸，硫酸。哦，哦，不要！我准备我的小枪枪防卫我自己。Ouch！ 哦，前面那个医院。What could cause this much damage？ 这么惊人是谁破坏的？怎么造成的 ？Subway sticking out of the ground？ Yeah， but look how it's positioned。冲出了地铁。If we get over there， we might be able to use it to get across。哦，爬地铁过去是不是 ？Concentrate on getting out of here。异想天开呢啊！想办法离开这里啊 ，Hopper。Go go go！ 有电梯，我有不祥的预感。电梯。Oh yeah！ 我超强。应该电梯里面没有人吧 ？I'm sorry， 我不知道里面有人。哦。啊！干干干干干！滚！妈的，吓死！吓死啊！哎，别冒险！哇，分道扬镳了。好的。咦？分道扬镳了，待会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爬通风管，科科。先是基曼，接下来居然是啊，乔瑟夫也消失了。有声音？什么声音啊？我都看不到哎、欸。谁先跳下来好了？先小心翼翼的。哎、欸，我靠，怎么是你？哎、欸，艾琳奈迪加，我要杀了一个人了。哦哦哦哦哦哦，凶凶凶凶凶，这应该是打不赢吧？我觉得。哎、欸，这不能买东西了吗？不能买东西的、欸，算了，现在要小心翼翼的啦。啊，这种捕兽夹之类的，把它拆了。Nice， 拿到了零件了。干，储存点。哎呀，走向火堆里面消失了。好厉害哦！怎么会这样子？我看到人了。翻箱倒柜时间，耶耶哦耶！哇，大补铁，加一千，不错。来了没啊？哎、欸，还没来。嘿，八七，一个人吗？啊！有陷阱！我操你妈的 ！Hey man， 来，来，来你来，来你来！欸、来啊！啊啊啊啊啊！被陷阱炸死了，北七！嘿嘿嘿，八七有胜。哎、欸，这是鲁维克哎、欸！干，这是鲁维克还是僵尸鲁维克啊？等一下，等一下，这鲁维克吗？哎、欸，这个都是危机哎、欸！我觉得我这边会玩很久，因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习性，还是要硬冲。算了，我直接硬冲好了，不管了。鲁维克在查房，查房咯，可以把他杀掉吗？重点，潜行暗杀，再见了。假的卢维克，嫩，感觉还有，没那么简单。进来哦，进来哦，在哪里啊？有听到声音，但不知道人在哪裡，被发现。哦，靠北在这里啊！妈的，直接弄爆你！
哇，被发现了吗？眼睛睁大大是怎样？哇，大家都知道我在哪里了。好，赶快死一死啊 ！Hello。烧了你，烧毁！好了，他们应该全死光，不会再来了。五个血，舒服啊！可以跳过去吗？还可以。好了吧，这应该是全部杀光了吧？哎呦！我要捡这个。我要先解除这个陷阱先。冲马桶的声音，干嘛蛮好笑的。冲的马桶，你说？好啦，其实不是冲马桶啦，是这个硫酸陷阱的那个声音，跟冲马桶的声音还蛮像的。啊，我正来拿零件的。嗯，还有哪里？哦，就捡到一个了。Hello， 嘿、hey。哇，现在射不到哎、欸，八七，拜。叫屁啊！你在叫三小。好，这边有个陷阱，那边有一个捕兽夹，更怂。今天这一关是陷阱关卡，就对了。来吧，嘿嘿。简简单单，还有没有？哦哦，要五万了，要五万了。哦，还可以躲柜子里面啊。这死掉了吧 ？Hello， 我看来就是挂掉了。啊干 ！I'm sorry， 吓到宝宝了。不要这样给他搞黑惊嘛，好不好？好，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接下来就往那边走。嗯，这里走过了吗？好，这里走过了。这里呢？我们感觉好像有人从楼梯走下来的那种感觉，是错觉吗？应该是错觉。哈，打不掉，算吧。Hey man， 哦，又有一个新的储存点，呀，就是超满危机了。啊，我知道了，是那个大大在那边，听到声音的，只不知道从哪里来。准备要决斗了。哪里啊？这边各种陷阱欸。我可以利用陷阱去害他，那陷阱超多的。哦，他动了，他动了。他会不会踩陷阱啊？哇哦！不被发现当然是最好啦，我就这么觉得啦。这边有空白件事要捡什么啊？捡药是不是？你看那种陷阱，他会走过去吗？哇，大补加一千哦！卡住卡住卡住，这卡屁卡！我要设法拆这个陷阱，麻烦死了。
他应该没有走过来了吧？我想。Perfect， 再是这个。啊，各种麻烦哎、欸！我觉得如果遇到那种遇到他的话，我觉得根本是消耗战。没有靠北老鼠，看什么东西？抱歉，我把他踢死了。我不知道我这么凶哎、欸！我宁愿往这边走好了，觉得那边太危险，爬通风管好了。我把一只老鼠踢死了。哇，五万的，太好了！在哪里？他为什么会知道基曼在那里啊？因为那是那台车在那边嘛，是这样吗？基曼，车车，有乌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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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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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吓死人了！又来崩塌啦！那、啊、我要怎么过啊？我走到这里来，没有路可走啦。好，走这里啊。好，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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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哪位？我唔知呢。啊，记录点。太好了。No, not that way. No. No， 不是那一条路。你是谁？Haven't you figured it out yet？ 你还没想通吗？他喜爱折磨别人，被让人知道他占上了风不可。Lays out the bait, gets his victim all worked up. His unholy trap. 用他那邪恶的陷阱。What was happening to me? I could see what was going on. I could see it, but I couldn't turn back. I had to know. I had to know the truth, and he knew it. Detective Cosgrove.Lady, level with me. Am I going crazy? If one wishes to survive, one would do well. 人希望在一个世界里生存，就会仔细思考要信任谁。哦，那刚刚那个声音还蛮好笑的。哦，耶，我五万了，我要升级那个超级强大的。啊，伤害一定很高。我觉得我收集这么多碎片，就是为了做鱼叉枪啊。让他成为最强状态。呀西，倾家荡产，是吧？好，结果我鱼叉枪还没做，先来做一下，做一下鱼叉枪好了。嗯，最多四支。哇，超屌！哦，着火了，着火了，哈哈哈，着火了。按错了，哇！原来我已经玩了八个小时了、啊。来吧，继续一下，继续继续。哎呀，直接传到这边来。哦，有两罐。哼！哇，门自动打开了。哦，好一个自动开门。看来很多人都沦为那个陷阱下的亡魂啊，整个都卡死在里面。太好了，我正好需要这个。来吧，宝贝。哪时候要跟那个保险贵军正面迎击呢？嗯？难道就是这里的吗？这东西？为什么那会亮亮的？他身上那是怎么回事啊？哎、欸，为什么后面也有？丢哦！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啊？他会带着那个陷阱到处跑吗？粘在身上。哎、欸！这是故意粘在身上的吧，大哥，你们不要这样子啊！哇！哎、欸，啊，为什么炸的不是我？抱歉，我什么时候不知道？啊，莫名其妙哎、欸。我在想说要走这里还是走那里啊？走后面好了。翻箱倒柜时间，
什么都没有。好，残骸碎片，加好少、哦，难受，香菇都被夹死在里面。Hello， 有点暗，开一下灯。哦，从这边出来是吧？所以里面只是拿东西而已。我们最终还是要走这一条，还是得往上爬。来吧。啊、哦，这里感觉像是一个食物储藏室，是不是？哎、欸，好像也不太像是。不知道什么储藏室就是了。哟，吓我一跳。我想说，怎么会有铁链的声音？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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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捡捡！哇，有人开枪！乔瑟夫，乔瑟夫，乔瑟夫，陷入危机了，乔瑟夫！谁开枪？是谁开枪？哎呦，香肠！没有，那是内脏。啊，看到了，救他，救他！呵呵，动作好僵硬哦。啊，被追了，我可以、哦，我不想救你了。哇，卖啦！哇哇 ，BOSS 战 ！Oh God, now what？ 哇你嘞！你现在在送材料给我就对了。好, 好，那我就把这材料都拿走了、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通通都给我吧。哎呀，啥鬼啊！哇哇哇哇！我要拿钥匙，哎、欸、干，还不能被锯到哦 ！Oh my gosh！哎呀呀呀呀！一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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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故意。不要弄啊，会死啊，会死啊！啊！什么鬼啊？哈哈哈哈！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鬼吗？什么鬼东西？我讨厌这个陷阱。我讨厌这些陷阱，超级讨厌这些陷阱。我们还有女神没有拿，女神在对面。哇哩嘞！这边要怎么过嘞？不要闹！哎，我卡了。不要三不五时卡顿好不好？啊，可以走这里啊，这里感觉蛮安全的。这里貌似没有什么尖刺陷阱之类的吧？哎、欸，不要来插我、哦，不要来插我，拜托。应该是不会怎样吧？好，非常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哇，拜拜拜拜拜拜拜，没事没事。这条线在这儿啊，难怪我刚刚会死。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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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我刚刚死了。快点快点快点快！我赶快出去才是重点啊！没事，再见了各位。能，来来来，捡东西时间，爽！
子弹。哎哎，打针啊，准备要进入 BOSS 的战了。打 BOSS 啊！啊，没得怕的、啊，单挑啊！来呀、啊，来呀、啊，乔瑟夫呢？嗯 ，OK， 哇，好多猪肉！乔瑟夫被追了，哇，逃走了！哎呦喂呀，很会哦，该换我了。怎么会换我呢 ？You again？ You again？ 啊，被发现了。妈妈咪呀！试看这个威力如何？两剑就把它解决掉了，两剑就解决了，两剑就解决了、欸。你看，你看那鱼叉枪多强啊！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哎呦呀 ！God damn it! God damn it! 你为什么要黑画面卡在这里？我什么都看不到 ？Oh my god! Fuck! 哎，我还喷。到底电梯有没有在动呢？那嘟嘟嘟嘟嘟嘟嘟，哦，好像正常了。那乔瑟夫应该也会送到这边来啊。我们看一下他在不在这里好了。不要一直卡、啊！哦，女神，找到女神了，女神的钥匙，太好了，赞哦，赞哦，好了，没东西也出去了 ，Kamen，Kamen 弟弟的 Kamen， 空白键，哎、欸，他们两个。What's she after? 哎，基曼在带那个有那个精神病来什么的，呵，我又忘记了。他们走去公园了，原来是带他去公园玩啊！我懂了，我懂了，带他去公园的意思啊。嗯 ，Hello， 走哪里呢？这里吗？这边只有一个箱子。箱子里什么都没有，可以不要这样一直卡顿吗？有点受不了这个卡顿。Go！ 哎呦，动画了哦，带到了公园了，快乐荡秋千。Leslie can go home. Leslie 可以回家吗？No, Leslie. Not today. No, Leslie. 哇，白发。Protect me. Protect me. That's my job. That's my job. When I get home, they'll be surprised. Surprised. 哪里个 ？What happened?喂，还要把他杀了 ？It's not your fault. I'm sorry. Stop. Stop. 他为什么要把他杀掉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know what he'll become. I do. 他实验体啊。I've seen it.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Ruvik is after. 维克要的是什么？那就告诉我吧。He's after Leslie.What he needs to finish his science project? Don't patronize me. I have orders. I can't let him have this boy. 不能让他得到这个男孩。他说来自己是唯一一个怎样？啊！人员伤亡。Yeah。又让他刺激到了。No， 乔瑟夫，你这个霸气！
哦，我们第十三章终于通关啦，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第十四章啦。那今天游戏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邪灵入侵再见啦，拜拜。